早安。还没吃饱。有没有穿好跑的鞋？走过来只要擦下。提醒我们要超跑。没错没错。谢谢你啊。跟吃有关，都可以外面刚看到那些东西吗？外面看到什么东西？就是箭头啊。吃早餐也太那个了吧！好饿！怎么这个伤？怎么这样？比速度的吗？天哪！不要跑那么快！两个。假睫毛要贴好哦，假睫毛带要贴好，快点！假睫毛，假睫毛，假睫毛，还穿那么厚？啊，假睫毛有撕烂了。哎，你不是才用吗？我还没用过哎。哦，粘在脸皮上就可以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怎么哎？哎，我们男的大概贴就可以了吧？我跟你讲啊，要比对哦，那个跟那个照片一样哦。掉了，豆哥的有一个掉。哎，还有下一关吗？好，快！江西妹的眼睛，手枪加一支棒。要干嘛？拿一颗蛋，然后一块板子，然后这样子夹着板子，然后蛋在上面不能掉，然后从两个三角锥的中间出发，要走过三角锥。中哥，蛋不能靠着脸，想办法平衡哦，不要急。再平衡，一人拿一个蛋跟一个板子，像中哥一样夹着。板子设法让蛋平衡。两位，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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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嗯，好。什么东西啊？这GoPro给你，GoPro给你。假睫毛跟我们不一样啊，假睫毛。对啊，自己粘，自己粘。边粘假睫毛边流鼻水了。边想办法平衡才出发。哎，对对对。东哥很厉害哦，帮我放下来。哦。平衡才慢慢出发，急没有用。蛋不能碰脸哦，蛋脸不行，碰到脸了，碰到脸都不行，对，还来不及。这边下面有一个结，套在大拇指上。好，你可以开始享用你的早餐喽。就在这个位置啊。对。这个位置想办法吃。可以自己调整一下椅子或什么的。哎，找到诀窍了，慢慢来。怕他小手不可以碰板子。哇，这个完了。不要急，先稳住。我都没办法。你们先在原地平衡的再出发。这两步就过了。哎，钟哥，钟哥去哪了？钟哥过关了。小鬼过关。Yes。快点，快点！来，你坐上，你可以掰脚了，你掰脚。没有柔软度啊！但是你是大拇指。
东哥过关。用脚，然后把它放下来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往这里吗？太快了吧！真找不到。达达，达达，一、二、二、一。十秒，可以换一边，可以换一边。再深呼，再深呼。再来，好。好，过关。都拿去，这个够不够？给你。哎呦！我心脏快受不了。在干嘛？这刚是把奇异果削皮，皮不能断。然后削完之后把皮拿起来看，很长都没有断，然后再把奇异果放进去肉梗里面吃掉，就过关了。不能断哦！下来要改镜头看喽。我下完了，这样子。可以。好，把它拿起来，拿起来给镜头看。下完拿起来给镜头看。好。过关，然后放到腰果里面，把奇异果跟腰果吃掉，好漂亮，好吃。啊！这顿早餐也太难吃了。应该可以吧。应该可以了吧。好嘞。五哥过关。哎呦。小队长都是干假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！是有，是有，是有。这早餐是怎么样啊？前面拼那么快，白拼了，这块卡关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快快结束，快结束。什么面子啊 ？OK， 好，来过关，来加进那个，加进那个里面吃掉。超水果、超营养的早餐。好，来周哥过关。那里我们会放你出发之后欢乐的画面跟这个对比。那需要做什么？不要客气，都可以分享那种。需要来颗奇异果，然后削一个完整的苹果块。老公。我需要一直叫着老公吗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他帮老公做早餐。对。老公，我笑。老公。奇异果给你吃。老公，不要提了，老公。快好了，老公。老公，我要削好了，老公。有没有什么喜欢？像削苹果那样。我平常就是个废人啊，不会切水果，也不会煮饭。老公，来吃皮，老公。然后把你的奇异果放到碗里，吃完你的早餐。选队服，选队服。哎，全队服上面有名字哎，名上面有名字，可以打我。有名字的，我还有先到先选。你们那队太强了吧！我们队。我糟糕，哎，黑队傻的傻，笨的笨啊！你们笑快一点！你们不觉得你们的分队很不公平吗？对，对，这攸关性命的分队，拿衣服。